我们继续支持哈乌克兰哈，保卫家园哈，捍卫民主哈，保卫国家的主权哈。我们希望俄罗斯停止侵略哈，停止用枪、用炮啊、用枪啊去残害啊这个乌克兰的人民哈。希望能够早日的乌克兰人民能够早日的回到平安、健康哈，平安、幸福、快乐的生活哈。啊，停止战争吧。